咁我哋好高兴咧，又一次再同大国学院咧，我哋合办一个佛教心灵嘅健康系列讲座。今次嘅题目咧系认知障碍症患者嘅照顾。好高兴咧，揾到王姑娘咧做我哋嘅讲者啦，亦都有大山做我哋嘅主持嘅。咁今日咧，我哋 total 有成差唔多80位嘅老友记一齐参加。咁我都事不宜迟啦，将个时间咧交俾大山同王姑娘。多谢晒两位。好多谢Mandy 嘅，多谢即系新界西长者学院嘅邀请。咁今日嘅活动咧就系新界西长者学院同埋咧系大国科研中心一齐合办嘅节目。咁我哋大国科研中心就系呢个佛教院士部咧，今日咧系做呢一个节目嘅安排。咁啊，如果大家未熟悉大国科研中心，我讲少少啫，因为佢本身系一个佛教嘅慈善团体。咁本身咧，亦都係做開醫院嘅關懷服務，長者即係安老嘅關懷服務，同埋社區嘅關懷服務嘅。咁啊，大國科研中心基本上係一個佛教團體，但係亦都係個義工團體。咁今日咧，我哋呢一個活動咧個講題咧，就講認知障礙症患者嘅照顧問題嘅。咁我哋咧就要介紹我身邊嘅即係今日嘅講者啦，就係黃麗芬。姑娘啊，黄姑娘咧就系驻扎嘅社工，佢本身咧系长期咧做开呢个社区喺社区层面咧做呢一个关怀嘅即系支援嘅工作嘅。咁啊，特别咧亦都有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咧系做呢个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嘅支援。咁啊，同咧即系屋企人啊、照顾者啊有好多嘅沟通嘅吓。咁啊，请黄姑娘。多谢晒先，好掌声啊！俾呢个，多谢大生吓，咧就今日嘅邀请，同埋咧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分享下我过去嘅一啲嘅工作经验啦。咁我哋未开始之前咧，不如大生我哋又问下我哋呢度在座嘅朋友仔啊、同学仔啊，有几多咧而家系照顾者嚟噶？有冇又举一下手？又舉下手啊！真係舉手嗰啲咧，唔係用個電腦舉手，真係一個舉手嗰啲咧，就原來咧都我見到一個畫面度咧都多嘅喎，嗰個狀況係咁辛苦曬你哋啦！而家呢個時候咧就仲照顧緊屋企人啦，咁同埋咧喺個過程裏面咧，應該都一定係辛苦啦，同埋咧有一定嘅壓力啦，咁所以咧，我諗一間可以咧，你哋可以都分享下你哋嘅經驗同埋你哋嘅睇法，等我哋咧可以令到我哋今日嗰、那個呢、這個一個鐘頭嘅時間咧更加可以互動啦，同埋咧可以咧。等我哋可以知多啲大家嘅情況，好嘛？咁咧，亦都係喺呢個機會咧，等我哋都了解多啲。如果有咩方法，又可以一起去諗下計仔啊，咁好嘛？好嗱，咁如果係咁咧，咁我諗咧，我哋就開始啦。咁我諗，我希望咧，大家喺呢個時候咧，就睇下咩好。咁咧就好啦，就。我哋我咧就好渣嘅，啲電腦咧就我不如我靠我哋嘅義工朋友仔，我哋咧就好啦嗱，咁咧我哋記住咯喎嗱大家而家好叻嘅啦，開始知多啲咧咩叫認知障礙症啊，咁最叻咧就係唔好意思嚇，咁咧就大家咧就會覺得咧佢冇記性咯咁。咁咧嗱，個個都會冇記性嘅喎。我諗大家都經歷過咧，就係譬如自己坐喺個廳度，話要入廚房攞啲嘢，但係咧突然之間又入到廚房又好似，攞咩嘢咧又自己唔記得嘅喎。咁啊算啦，冇所謂啦，咁啊出翻個廳坐。咁然之後跟住咧，你就坐下之後咧，你又會諗得翻，自己原來咧應該係做啲入廚房做啲攞啲咩嘢嘅喎。咁你諗得翻嘅。你諗得翻嘅，咁呢個情況咧係好普遍嘅，同埋唔使擔心自己有認知障礙症呢啲問題嘅。咁咧，但係咧，而家我哋嘅患者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哋有急劇嘅一個記唔到呢啲嘢，特別咧係近期發生嘅嘢咧記唔到。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咧先至係問題。平時冇記性，個個都有。隨住年紀越大咧，那個情況就會越嚟越嚴重啦，咁樣樣。好嘛，所以咧嗱，而家咧好多朋友咧，都會知道認知障礙症咧係冇記性，但係最大問題咧，我哋嘅照顧者咧，好多時候要困難嘅咧就係知道冇記性，但係冇記性之後，其實點樣影響佢嘅生活，同埋照顧到
同個患者生活嗰陣時候咧，最困難咧就係你唔突然間唔記得咗，原來個病咧影響佢咧有好多好多方面嘅。咁所以咧，大家就會有啲我哋嘅部分嘅照顧者咧就會好嬲好猛噶啦。咁因為咁喺呢個時候咧，就會大家就會覺得佢係咪同我特登作對啊，揾啲嘢嚟搞下咁，其實唔係嘅。咁所以我好希望咧喺呢度再提醒大家一次咧，就係佢哋冇記性，急劇嘅情況咧，個細胞壞死咗，腦細胞壞死咗，咁出現咗冇記性。但係冇記性之餘咧，影響佢各個方面嘅情況，呢、這個一定要記住嘅。咁然之後咧，去理解翻佢個行為嘅轉變喎，好嘛？好嗱，咁咧冇記性之外嗰、那個影響係乜嘢啊？冇記性影響記憶力啦。所以他们记近期的东西记不到啦、啊、语言能力啦，视觉空间啦，另外呢就是平时熟悉的东西都做不到啦，执行不到啦，计数啦，或者呢去一些决定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都麻麻地厉害了，逐些逐些改变了、啊、当然啦，这些无记性或者一些能力的改变之后呢，又影响到他日常生活的自理啦，出现一些行为转变和情绪上面呢，其实他都害怕，他都担心，咁但係佢又要保護自己喎，咁所以咧情緒上面咧係會變得一啲極端嘅，好嘛？咁記住呢啲係佢哋嘅影響咯，好冇？好嗱，咁咧就最主要咧，而家坊間都係啦，咁我哋咧都會用緊咧，就係話認知障礙症就係呢幾大類啦。咁而最主要大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咧係阿茲海默症嘅患者啦，係逐啲退化嘅。咁而第二個大類嗰個咧，就係血管性嘅認知障礙症，就係通常咧，佢中咗風之後咧，嗰個記性咧就會渣咗，就會呢啲咧，我哋就叫梯級性，逐啲差。但係阿茲海默症嗰啲咧，就逐啲慢慢差嘅，好嘛？咁大家留意咯喎嚇。咁嗰個發展階段，因為呢啲咧講得簡單啲，因為我想講一啲後面嗰啲大家行為嗰個轉變，係啦，轉變咧令到大家好激氣啊，或者我哋嘅照顧者覺得比較辛苦嘅情況，好嘛？好嗱，咁咧大大概概啫，嗱呢啲咁樣階段咧，其實咧係一個為咗理解嘅啫，啊，咁咧就由早期啦、中期啦、晚期啦到最後期嗰個狀況啦，咁咧就會係、那個年份，我諗都唔使再喺呢度講啦。咁嗱，記住咯，頭咧佢係逐啲差，逐啲差。咁最困難嘅咧就是、中期嗰個時間咧出現好多行為嘅轉變啊，咁樣樣。咁而晚期咧佢冇咁活躍啦，咁啊渣渣地，好渣咗咯喎。咁所以咧，你嗰個照顧咧就變咗類型咧，就係、是、身體上面嘅照顧多啲。咁當然到最後尾嗰陣時候咧就會嗰、那個情況就更加嚴重啦，咁咧令到嗰、那個好多時候咧令到嗰個身體咧係喐，譬如長期卧床，咁佢咧好多時候咧身體嘅變化就係啲肺炎啊，咁就影響佢差，咁就係嗰個病係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認知障礙症嗰、那個影響，咁到最後尾咧就是、身體上面嘅變化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就另一類嘅照顧咯喎，另一種轉變性質嘅轉變啦，咁你會睇到咧嗱，由早期去到晚期嗰陣時候咧，你會見到咧一個人嗰個病嗰個時間咧可以有十幾年嘅時間，咁所以做一個照顧者就係面對緊呢十幾年嘅轉變啦，咁亦都係一個辛苦啊，同埋一個好長時間嘅挑戰嚟嘅，咁所以大家咧。同我哋嘅照顧者咧，加油，提醒佢，俾啲力量佢，好嘛？好嗱，咁我哋咧希望大家咧一齊去了解多啲佢哋嘅情況咯喎嚇。好嗱，呢一度咧，我想提多少少嘅長少少時間講咧，就因為就係佢嗰個病咧，影響佢而家個行為轉變，令到佢咧冇辦法做得到佢應該平時做開嘅嘢，好嘛？咁咧等到自己咧知道原來呢個係佢個病影響，唔係佢特登同你作對嘅嚇。咁、我哋咧就喺呢度留意咯喎嚇。嗱、咁第一個咧就係佢唔記得咗近期嘅嘢啦，遠遠嘅嘢佢仲記得嘅。很久之前呢他很厉害的。但是呢他讲的那个现在最近的东西呢刚讲完的东西或者呢跟着呢他就可能未必记得到了。我们就会叫这个呢是个烧机啊个烧机。看看那个烧机的窿有多大。即是那个病情越
越恶化嗰阵时候咧，嗰、那个窿咧就会大啦。咁如果之前咧嗰啲筲箕咧就可能好细窿嘅，即系咁样样。咁所以个记忆咧就好似个筲箕咁样样咧，逐啲嗰个窿就会越嚟越大，就会越嚟越差咁样样嘅情况吓。咁另外咧就係佢可能好熟悉嘅嘢咧，都未必做得到。譬如我哋煮開飯嘅朋友仔咧，咁我哋嘅患者咧，好可能咧佢就做得唔叻啦。佢做到頭頭，佢都仲做到嘅，不過佢做得越嚟越唔叻啦，論論盡盡啦。咁譬如我成日都講我有個家屬咧就話俾我知，佢阿媽煮飯好叻，煮咗幾十年飯嘅，但係佢開始咧就將煮飯嗰陣時候咧就將啲枸杞咧放咗落嗰個同煮飯嗰陣時候嗰個飯煲裡面啊。佢個腦裡面諗乜嘢啊？其實佢煲緊枸杞湯，但係佢見到煲水，咁佢就以為咧呢個就係煲湯。咁佢咪將啲枸杞放咗落啲飯度，咪煮熟咗佢咯。咁佢咪做唔到，但都好食嘅咗。啱啊！我都，我哋一齊試下下次煮餐枸杞飯，等於啲上海菜飯啫嘛。係你厭尖啫嘛，你唔食咩咁？嗱，最重要咧，好多時候咧，佢哋開始咧，而家咧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嗱，佢熟悉嗰啲嘢咧，佢開始令到佢咧，嗱，你話佢，阿媽做咩無端端整啲枸杞飯啊？咁樣樣，佢開心情好嗰陣時候，佢咪會話，哎呀，係啊，咁咪笑過咯。心情唔好會點啊？你吃不吃啊？闹你系啦，咁佢就会恼羞成怒噶喎。咁所以有阵时候咧，呢、這个咧亦都系咧佢哋嘅情绪变化嗰个状况，因为你都爆咗佢渣，话佢做错嘢啊，得唔得？咁呢个留意啦喎吓。咁可以语言表达方面咧，佢哋都开始渣渣地啦。例如咧，佢哋会咧就系词不达意啦，口不对心啦，自己想讲嘅嘢嗱，重要噶喎。佢个脑里面有晒形象噶，有晒想讲嘅嘢噶，但系佢讲唔到出嚟，佢表达唔到自己嗰个状况。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咧，佢想讲，但系咧亦都未必讲到你想讲或者你要嘅答案咯，咁所以呢个要留意咯喎吓。咁另外咧就系、是、对于啲人物啊、时间啊、地点啊、方向啊混乱啊咁我谂好多时候大家会见到就系话有啲老人家唔记得翻屋企，唔识翻屋企，唔知点翻屋企，嗰间屋住咗好多年噶啦，但系点解你会唔识啊？日日夜夜你都落楼出街买嘢咁，但系点解你而家突然间唔识翻屋企啊？呢啲都係一啲佢嗰個方向混亂啦，唔記得咗嗰個屋企嗰個位置啦。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啲症狀。我都有啲經驗咧，同啲老人家去飲茶，飲完茶咧，老人家去飲茶，咁梗係要去下細路街。啱啊，啱啊。咁佢唔係第一次去嗰度啦，咁所以咧，即係我點解出咗嚟細路街出嚟應該係轉右就去翻酒樓啊？但係原來佢轉咗左，然之後跟住行下咧，發覺佢好猶豫啦。係啦，咁你知啦，知道錯咗啦，搞唔到方向喺邊度啦，咁樣，咁你知道可能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啱啦，啱啊。咁所以咧，嗱呢啲咧都係我哋可以一啲症狀，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咁所以咧，呢度咧要去洗手間，都係我哋做照顧者咧一個大挑戰，即係點喺個廁所門口等佢啊？定點安排咧？嗱，呢啲都係我哋其中一個照顧要留意嘅地方咯喎，好嘛？咁咧，另外咧就係判斷力減弱啦，天氣凍，佢唔識自己著多啲衫，著翻多加翻件衫，咁天氣熱，佢亦都唔識除衫，會覺得嗰個狀況，咁佢就冇嘢。但係其實佢係有呢個感覺，就係凍同熱，不過佢唔識去處理。自己嗰刻中，自己應該著衫，著翻件衫啊，定話喺好熱嘅天氣之下，佢應該除咗件褸，呢啲係佢唔識。總之就著咗佢平時著緊嘅衫啦，咁樣咯。呢個都係嘅喎嚇。咁另外咧就係運算啦，運算上面咧，我哋叫做咧一個抽象嘅思考。譬如你買餸，人哋譬如我哋而家落街市都仲係。未唔係八達通嗰啲咧，你都仲係俾錢噶嘛？咁俾錢嗰陣時候咧，你呢啲咧佢係唔識找續噶，唔識找續噶。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以前啲患者咧，我哋嘅患者咧就會用呢個方法咧，就係佢俾咗個，譬如佢買嘢買根菜係八個半咁樣樣啦，八個半。咁佢會點啊？佢俾咗$10去找咯，佢找到幾多？你攞啦，你攞啦，咁。假設嗰、那個
sales 唔會呃佢啦。咁嗱，佢用咗啲方法去解決嘅，唔係冇嘅，只不過係我哋如果要佢搞。計啲抽象嘅數字嗰陣時候咧，佢就唔理解啦。所以啲時間、啲數字咧，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好弱、好弱嘅部分嚟嘅。而家今日幾多月幾多號啊？而家幾多點啊？幾多個鐘頭之後啊？嗰啲咧，呢啲係唔得嘅。好多時候我哋嘅患者都嚇。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咧，好多時候咧。有啲情況咧就係隨處亂放啦，咁我諗最經典都係成日都係咧就將咗啲鞋咧就放咗落雪櫃啦，將嚿肉咧就放咗落自己啲衣櫃啊，例如呢啲咧都係一啲狀況，又或者咧佢嗰啲老保啊、錢啊亂放啊，攝埋咗喺啲唔知咩位嗰度咧，佢覺得呢個最安全，但係後屘又自己唔記得咗，咁呢個情況咧就係我哋成日覺得人。偷嗰啲錢啱啦，同埋我成日要揾嘢啊，人生啲時間就放咗落去揾嘢，好辛苦啊咁樣樣啦，揾幾多揾唔到啊，最衰就係揾都冇所謂，揾幾多揾唔到先係最慘啊嘛，咁呢個係一個比較令到我哋屋企人覺得困難嘅地方嚇，咁我幫唔幫佢一齊揾啊？如果唔揾嗰陣時候，佢應該又發脾氣喎，然之後跟住又喺度鬧你啊，或者點解我揾唔到啲嘢㗎咁樣樣，整到家族屋閉，你又會覺得點解要咁啊咁？咁你又幫佢揾，但係咧你都知佢啲老保嘢會攝攝埋埋，係啦，攝攝埋埋咁好難噶嘛？點知你嗰啲攝攝埋埋個位喺邊啫？咁樣樣咁有陣時真係幾困難嘅。我哋做照顧者嗰陣時候，咁例如呢啲咧都會激氣啊，即係會揾極都揾唔到嘅時候，你同佢都一齊好激氣啊！咁另外咧就係情緒咧行為變啦，咁就好似頭先咁啦，我搞唔掂啲嘢，咁我又好驚，我係患者嗰陣時候我好驚，我唔知點處理，咁解決能力又低咗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佢驚嗰陣時候咧會發毛啦，咁自然咧個情緒都一定會唔好啦，呢個係真噶嘛嚇，我同你都會啦，咁更何況嗰啲解決問題嘅能力低咗啊，咁樣樣。好啦，另外咧就係個性嘅轉變啦。咁咧你會見到咧，佢哋會嗰個性格咧會變得越嚟越極端啊，同埋咧以前比較易相處嗰啲咧就會好難相處，即係覺得比較容易發脾氣啊咁。呢個都係佢嗰個性格上邊嘅轉變啊。咁所以大家都見到一個以前嘅我嘅屋企人點解而家變咗做咁樣嘅咧？咁大家又好心痛，亦都會成日都好多發問呢啲情況嘅，點解會咁噶？你以前都唔係咁噶，咁但係就係個病影響咯，好嘛？咁等大家都知道記住嚇，佢會包埋呢個性格變得極端化嘅嚇。好啦，另外咧第十嗰個咧就係而家失去做事嘅主動性，原因係點解啊？佢平時做得好叻嗰啲嘢咧，佢做得少咗啦，又或者咧佢唔答嘴啊，唔答嘴做乜嘢啊？我可以唔使講嘢，唔使講嘢就冇人知道我渣咗。我亦都唔會咁俾人哋話覺得我咁差，咁所以呢個咪係其中一個佢保護自己嘅方法咯。咁所以咧，你會有啲時候咧，我哋啲照顧者會覺得佢而家乖咗嘅意思，其實佢唔好夠膽答嘴，唔係好夠膽參與裡面嘅情況啊咁樣。好嘛，咁等大家知道嗱，呢個咧就係我哋認知障礙症冇記性之後咧，影響出嚟嗰個一啲行為嘅轉變，咁亦都係呢啲轉變咧，令到我哋嘅照顧者咧係最辛苦噶嚇。咁基本上大大概概咧，如果係咧，我哋有認知障礙症咧，我哋都會從呢幾方面咧去做一個照顧啦，保持翻佢一啲生活質素啦，因為佢係慢慢慢慢差噶嘛，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佢都希望盡量咧能夠保持翻佢嘅能力，咁令到佢咧過翻佢平時嘅生活，咁唔會因為呢個病咧突然之間咧就好多嘢都做唔到咧，令到佢覺得好似等時間過。好悶嗰種感覺嚇，咁當然啦，就係維持佢日常嘅活動啦，平時做開嗰啲照做翻啦。另外咧就係開始咧就係諗下，如果真係渣咗啦，佢啲能力咁有冇啲家務嘅嘢咧，佢仲得嘅，擺台啊，擺筷子啊，
執碗碗筷入去廚房啊，呢啲佢做到噶嘛？搣菜啊，佢知搣到噶嘛？只不過係佢轉唔到啫嘛，咁樣樣。例如咁咧，都盡量俾翻佢做咯。咁又或者佢平時做開嘅嘢，佢得嘅咧，都盡量俾佢做翻，得唔得啊？唔好同佢乜都做曬，因為你以後嘅工作會好多，而家要開始俾佢做。維持翻佢個能力啫，同埋呢個都係個訓練嚟嘅，腦裡面訓練、手腳訓練都係需要嘅嚇。咁另外咧就係體能活動啦，記住啦，要帶佢落街行。落街行有咩好咧？就好似我哋做運動有乜好啊？咁佢會開心啦，佢會出吸到風新鮮空氣啦，外界嘅環境好多刺激俾佢啦，唔會等佢淨係喺一間屋度啦。咁有天有空氣有雀仔聲，甚至有汽車聲，呢啲都係佢一啲嘅刺激。如果啲乜嘢刺激都冇咧，咁佢嘅生活就太靜，咁佢就會越嚟越差，越嚟越牛鬥噶咯。所以盡量咧都得嘅咧，同佢行下。行乜嘢啊？咁有陣時佢唔中意喐嘅，咁你帶佢去行邊度咧？行超級市場咯，行好多轉。其實你都唔需要買嘢嘅，不過係行下，當佢行揾啲嘢行下咁樣樣，咁都係一個方法，令到佢當係一個運動咁嘅模式，得唔得？如果佢可以自己落街做運動，或者你同佢一齊做運動都得，當然最好啦。但如果佢唔肯嘅咧，你就會同佢一齊。行超級市場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咁因為你由屋企行落超級市場，咁兜個大圈，或者兜個大圈先去到超級市場，咁都係一個逼佢做運動嘅一個方法啦，好嘛？咁諗下咯喎。好，另外咧就係維持翻佢一啲嘅興趣啦。頭先我哋同傾開偈咧就係打麻雀啦。最近你玩嗰啲新嗰啲嘢係咩嚟啊，大生？呢個 Rubik 橋啊。或者叫有啲叫咩啊？米蘭棋啊，定咩？我唔記得中心叫咩名。呢度在有冇人玩過？哎，有喎，係玉娟，玉娟又舉手啊嗰啲。係啦，嗱，例如呢啲啦，因為同人哋玩嗰陣時候咧，呢個都係刺激嚟噶嘛。呢個都係社交生活嚟噶嘛，咁如果係嘅話咧，都同佢維持翻一啲嘢。嗱，記住咯，通知佢啲朋友仔，佢渣咗噶咯喎。有陣時候咧打麻雀啦，我哋好多時候成日都係我哋係啦，唔緊要啦，送咪送咯。即係如果你唔係賭錢嗰啲啊，咁即係話咧，有陣時候咧送張啦，或者咧同佢玩嗰啲棋啊，或者咩任何嘅嘢咧，記住唔好即係。冇所謂嘅，即係其實係要佢個腦喐啫嘛，得唔得啊？咁同埋維持翻一啲興趣，等佢覺得生活有啲開心嘅歡愉嘅感覺啊！咁另外啦，當然咧就係如果你得嘅咧，你就可以玩埋一啲智力遊戲。而家咧電話上面咧或者係好多 apps 咧，都係同你配對噶。譬如佢對麻雀有多啲感覺，咁佢就九索加九索，咁佢就會黐埋一齊啊咁樣樣。例如呢啲都係 OK 嘅喎，咁都可以咧令到佢可以做一個啲智能活動嘅。咁佢坐喺度冇嘢做。還掂都係又唔係好明個電視機講乜嘅咧，咁譬如玩下呢啲都好，咁嗰個都係一啲靈活嘅刺激啦。咁另外咧，當然咧，記住咯，佢應該咧有一個穩定嘅生活日程，因為咧佢而家開始應對改變嘅能力低啊，咁所以喺呢度咧要留意咧就係一個穩定嘅日程，佢每時佢知道每一日大概呢個時間我做啲乜嘢咧，咁對於佢嚟講咧，佢都應付得到呢堆嘢。然之後咧，佢可以去適應得到咯。但如果我哋好大嘅轉變咧，咁佢就會搞唔掂，一搞唔掂又會開始猛啊、發脾氣啊、處理唔到啊咁樣樣。呢個小心咯喎嚇。好，咁咧嗱，大概就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又講咗差唔多接近咧係26、27分鐘啦。我想問一下而家今日嘅參與嘅朋友有冇人喺而家呢刻有問題想問？想同阿黃姑娘講下嘅咧，可以舉手或者係有冇？暫時未有，未有，我哋繼續講落去咯。好啊，我哋講住先。係啊，
如果是有就時間好，我收，記住提醒我早點收口。好，現在常見的問題呢，就是我們照顧者出現了，剛才我們都講了，就是重重複複有些事情，因為他沒有記性嘛，但他又很想知道嘛，他會重重複複都會做這一件事，經常告訴你，弟弟一會今晚回來吃飯啊，五分鐘之後，弟弟一會回來吃飯啊，答是問問一日可能問咗三十次喎。啊，三十次答佢三十次都好啊，最驚佢咧係不停咁樣答你咧，就會答到今晚先至出現咯嚇，咁樣樣即係阿細佬今晚先出現，咁你就煩得不得了啦嚇。咁呢個咧，佢就係重重複複嘅情況咯喎。咁揾嘢啦，頭先講咗啦。咁另外咧就係失禁啦。咁失禁喺呢方面咧就會係其實咧未必係去到後期先多啲呢啲情況。而家好多時候咧出現到咧都係講緊佢揾唔到個廁所，佢個能力行動未必快到咧。找不到廁所，那他就做不到這樣的大小便了，所以出現了這些失禁的情況，所以很多時候呢留意，但這些是不是屬於中後期的？是的，這些就如果真的失禁呢就中後期，但他找不到的廁所，找不到的地點，就像剛才我們轉左轉右那些的情況，在家裡這些都會出現，那就是不是因為他身體機能上的問題，是他找不到那個地方去的廁所的那個情況。甚至呢有些朋友仔呢是入到個廁所格，佢揾唔到一個我哋嗰個馬桶，咁都佢唔係揾唔到，應該佢唔理解到呢個馬桶係佢平時用開要去大小便嗰情況，都會有呢啲情況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喺嗰個所謂失禁嘅上面留意，入咗好耐都未出翻嚟嘅，係啊，就係搞唔掂，唔知自己入去做乜嘢咁樣樣都有嚇，咁咧就會係佢住沖涼啦，換衫啦咁樣樣，咁因為咧呢個咧就係佢日日都沖涼，呢個開始可能大家要諗下，我哋係咪需要日日沖涼啊？咁夏天好要多啲啦，冬天咧係咪需要日日沖涼咧？咁如果真係你同佢咧嗌極佢都唔肯去沖涼，咁係咪仲要自己激氣快啲去沖涼啦，咁樣樣，例如咁咧，呢個開始要諗下呢一個照顧嘅模式或者嘅次數啦啩嚇。咁另外當然咧，就有啲係拒食啦，或者係索食，譬如有啲係食完啦喎，咁佢又會再嗌食啦，飽啊，應該飽噶啦。咁但係咧，佢仲係覺得我未食過啊，我有食過咩頭先？冇啊，我冇食到，梗係冇啦。咁你快啲俾啲嘢嚟食啦，咁樣樣嚇，呢啲都會有。但係有啲調翻轉就係佢唔食，我食咗啦。我不覺得肚餓，我不想吃啊，咁樣樣，呢啲都係我哋照顧者覺得比較辛苦的地方嚇。咁另外咧，冇耐性啦，例如咧嗱，譬如佢飲茶飲酒，呢、這個就好明顯啦。佢食完啦，佢飲茶，因為佢中意食嘢，咁我咪一齊飲茶咯。但係佢飲完茶之後咧，佢就會覺得快啲走啦。我滿足咗啦，我個需要就係飲茶嘅需要滿足咗，然之後呢度好燥啊，快啲走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但你未飲茶唔會食完就走噶嘛，嘆陣間先啦，坐下啦，飲下茶啦咁樣樣。咁喺呢度咧，大家咧就會覺得好煩啊！佢飲餐茶趕好趕咁樣樣，都唔可以嘆茶。這個、呢個咧喺個同佢一啲生活習慣上面咧，又係另外一個要集佢嘅地方，有時候都問嘅喎嚇。咁另外咧就會係有啲咧就會係成日要落街啊，啲刺激喺個街度好多，咁所以好多時候要落街。有啲就當然唔肯喐啦，一啲都唔肯喐啦。咁但係咧，如果有啲咧就去完街翻嚟坐陣間，佢又話會嗌人落街。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大家又係另外一啲嘅問題嘅出現啦。咁另外當然咧就係遊走啦。就喺呢個時候咧，唔使翻屋企啊，或者啲要落咗街，自己要，因為佢平時落開街，自己落開街，咁但係咧唔識翻嚟啊咁。例如呢啲咧都係出現咗啲行為轉變，嗱未處理到嗰啲就係行為轉變啫，未係一個問題咯喎，得唔得？好，而家係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出現。啊，黃姑娘，剛才有位朋友喺即係留言嗰度講咧，就話啊，個老人家對乜？嘢都冇興趣喎，咁啊睇電視可唔可以咧？哦，當然可以睇電視啦。嗱，這個呢個咧睇電視咧，你要幫佢揀下啲節目。
我自己見到咧，我哋嘅長者啦，咁咧就會係播啲佢好熟悉嘅《帝女花》，鳳過恩仇未了情，佢識幾句嘅，呢啲刺激咗先咯，呢啲開始先咯。咁你播來播去都係《帝女花》都冇所謂噶，佢唔記得噶啦嘛。他不記得自己看了多少次，同埋就算看了很多次都冇所謂啦，因為我喜歡嘛，那個任白起寶嘛。咁例如呢啲咧，都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俾佢一啲生活質素啦、娛樂啦、刺激啦。如果你最中意睇咩啊？如果你最中意嘅戲寶或者啲唔係粵曲都得嘅喎，你最中意啲英文歌都得。我睇歌啦而家。哦，嗱係啦，關於任何曼聯嘅嘢，可能佢會敏感啲喎嚇，例如咁樣樣。咁我哋嘅上一輩可能就係任白戲寶啊嗰啲咁樣樣啦。咁調翻轉咯喎，咁喺我哋如果我哋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嗰啲，好可能咧有陣時候咧我哋嗰啲舊陣時嗰啲英文歌咁，貓王嗰啲歌咁，如果呢啲都係佢中意嘅嘢咧，冇所謂，咪播下呢啲咯，令到佢會有多啲開心嘅感覺，同埋享受嗰個過程啫。最重要係令到佢享受，有啲人做下佢覺得開心嘅，得唔得？試下咯喎。在那個電視沒所謂，他喜歡的電視就可以了，但如果他不明白那裡電視說什麼呢，你就找一些他懂的那些東西，沒所謂，這樣樣吧，好嗎？行不行？如果稍後如果我們有的時候，你覺得再想再問下去的，那沒所謂的，我們稍後可以再繼續討論，好嗎？好，那另外呢，就現在出現了一些呢，真的是一些行為的問題，而我見到呢，很大部分呢，我們的照顧者呢，是覺得辛苦，還有覺得猛的情況下，這些是真的是一些行為問題，譬如他會很容易焦慮，特別呢，在黃昏的時間，這個是這些認知障礙症的朋友呢，很多時候都有叫黃昏症候群，因為是不是入黑的有些腫瘡入黑開始來臉了，所以呢這日間中心的同事呢就有些安排呢，就是譬如那長者呢早上九點鐘就會來到我們日間中心了，然後呢他開始兩點零三點鐘就說回家了，回家了，走了、okay. 我今天要走了，我現在要走了，姑娘我而家要走啦，咁样样，咁开始嚟料喎，咁佢四点零，佢知道开始要翻屋企，嚟料啦，落山，太阳落山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佢可能喺两点几、三点钟开始已经开始有啲少少躁动啦，咁然之后咧就掠快啲走啦，翻屋企啦，咁嘅情况咯，咁呢个咧就呢、这个就系佢个病嘅影响啦 ，O 唔 OK 啊？哦，咁第二咧就日夜顛倒啦，咁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好多時候咧就係佢瞓唔著覺啦，冇嘢做啦，咁然之後跟住咧佢醒咗啦，佢突然間又諗起一啲嘢嘞喎，咁佢咪去做咯。即係又出廳喺度抄嘢啊！係啊，又或者咧三更半夜話俾佢知，我哋而家落街食碗雲吞麵啦。因為我唔知道而家夜晚黑噶嘛，咁而家我諗起好想食碗雲吞麵啊嘛。跟我下去吃碗雲吞麵啦，咁佢就關曬門啦。嗱係啦，嗱你同佢解釋喎，而家咧係兩點幾三點鐘啦，媽，而家咧就鋪頭關曬門啦，咁佢唔理嘅，佢總之個心裡面而家呢一鐘咧就要食雲吞麵，咁係咪帶佢出街咧？啊，嗱呢一度咧，一陣間講下嗰個轉移視線方法咯喎，嚇，一陣間可以再討論嘅。嗱，記住唔好嘥你心機同佢解釋，而家係兩點幾啦，所有鋪頭閂曬門。食雲吞麵哦，收到，知道咁樣樣，一陣間做第二樣嘢咯喎，嚇，好嘛？好，而咁跟住咧就疑心大啦，好容易嬲啦。咁咧人哋唔係講緊佢，佢就話你話我咩啊？話我冇用啊？呢幾排。我做錯嘢啊！咁佢就開始又諗起一啲自己覺得以為嘅嘢咯，咁所以好容易嬲啦。另外咧就係啲妄想同埋啲幻覺啦，妄想咧就會係咧就話咧樓上嗰啲人咧走咗落嚟咧偷我啲嘢啊！
你咁衰啊！阿婆啲啲內衣褲都走去偷嘅，阿婆啲衫啊都唔值錢噶啦咁。嗯，其實嗰樣嘢唔會發生噶嘛，啱唔啱啊？咁另外咧有啲幻覺咧就話佢見到啲咩嘢，見到啲細路仔咧喺度玩緊啊！電視機嗰度咧，裡面有啲人咧就會出嚟咧捉我嘅，快啲刪咗電視機去。例如呢啲咧都係我哋嘅患者咧，好多時候都佢哋會部分嘅患者嚇，部分嘅患者會出現啲幻覺，咁好多時候就會見到。我死咗嘅爸爸妈妈啦，呢个系我哋好多时候嘅经常会见到小朋友。毛姑娘啱啱有条问题就讲过身啊嘅家人啦。好，我哋又睇下先。好，过咗身嘅提起咗，咁当然佢脑里面谂起佢过咗身嘅家人咯喎。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如果我系试下处理佢嗰阵时候咧，就系啊，嗰个譬如我阿妈阿爸啦吓过咗身啦咁样样，咁咧就同佢讲啊，你阿妈记住啊，你阿唔系你唔系我嘅阿婆啊，咁样样，你阿妈嗰阵时候咧照顾你点噶？你佢系咪咧？你嗰阵时候咧，好佢照顾得你好辛苦啊！同佢讲下佢过咗身个阿妈阿爸咯，因为冇所谓噶，倾偈啫嘛，系咪啊？用紧呢啲嗱，唔好谂得佢菜见到啲死咗嘅屋企人嗱，记住唔好谂呢一样嘢，而系讲下佢过咗身嘅阿妈阿爸同佢嘅生活。系你带佢一齐去睇下，见下佢喎，过咗身嘅阿爸阿妈。请佢一齐过嚟啊，坐低啊，坐下问下话佢，等我都识下佢啊。喂，你嗌佢过嚟啊。嗱，有啲嘢咧唔使太认真地去总之佢讲嘢，招呼佢，同佢讲下。咁然之后佢又满足到咯。啊，我以前阿妈好惨噶，佢点点点点点啊。咁我嗰阵时候咧，我哋大家冇嘢食啊，佢又出去做啲咩嘢？啱，你真系惨啊！你阿妈照顾你嗰阵时候，你咁你都好孝顺佢噶喎，系唔系啊？咁你就走去同佢讲下呢啲嘢咯，冇所谓噶，倾偈噶咋。即系百无禁忌。啱啊，真系见到你又唔知咁咯，唔好谂得咁复杂啦。好唔好啊？咁同埋咧，佢会觉得你好好嘅，竟然同我讲阿妈阿爸，我嘅阿妈阿爸喎。点解你咁好嘅？你一个人咁样样，咁所以咧，这个都系保持一个好嘅关系，好嘛？嗱，这个咧，记住百无禁忌系呢个字眼，呢四个字好有意思吓。咁咧，即管讲倾偈吓，好嘛？好嗱，出现咗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咧有啲咩我哋可以做嘅咧？咁嗱，记住啦，呢啲都系一啲行为问题，大家觉得好困难嘅吓。咁我哋咧就睇下有咩做。嗱，记住咯，理解佢呢度咧已经系开始去啲中期、后期嗰个情况咧，好多时候幻觉啊呢啲系会出现啊，妄想都会出现嘅。咁咧唔使否定佢吓，嗱唔使否定佢。咁因为佢唔知点样解决，咁有阵时候咧啲行为上面都唔系好可以咧表达得到，或者理解得到。总之就系一啲唔舒服嘅感觉，佢要话俾你知啦。咁好多时候咧嗱，譬如在这个情况之后呢，你自己就要想下呢，就好像刚才我们讲过了身的阿妈阿爸，没事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但是他真的半夜三更要出门口，他要搞开那个锁头，然后自己落街要吃云吞面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大家呢试下呢想下我们一些照顾的方法。例如这里呢，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呢，在那个环境上面呢令到自己呢不要让他出街先。半夜三更出街好危險啊嘛，咁所以咧喺個環境上面，我想你睇下，我哋試下呢個狀況嚇。嗱，你見唔見到咧有一個鎖頭喺我嘅左手邊下角左下角咧，嗰個咧係一個其實一個鎖頭，鎖頭底下咧咪有個門。门制咁样系啦，咁咧你如果系咧，你锁头你上面嗰个锁头闩咗佢啦，我估佢都可能会识开嘅。咁但系调翻转咯，你搵个嘢可唔可以咧？搵个盒咧遮住咗嗰个锁头系啦，咁佢咪搵唔到咯？嗱，呢个系呃佢噶吓。
嗱，你就係用個盒遮住佢，佢揾唔到個鎖頭，佢出唔到門口，呢、這個就已經係其中一個咧喺環境上面咧幫我哋去處理佢嗰個情況嘅喎，好唔好啊？咁嗱，例如呢啲咧，又或者咧一啲夜燈，佢咧上面嗰、那個嗰幅係啦，上面呢、這、一個呢啲夜燈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是、佢黑夜嗰陣時候咧喺度好驚好慌嗰陣時候咧，可以我哋係啦。俾個夜燈佢，咁咧就佢喐動啦，佢就會有啲光嘅。咁呢啲都係一個咧，令到佢會安心翻，有光咧，佢冇咁驚嘅一啲行為咯，得唔得？咁所以可以諗下呢啲嘅處理方法啊，咁樣樣好嘛？好嗱，我哋翻好，我哋答埋個問題先，係又見到個新問題咯喎，係啦。如果婆婆已經喺自己屋企啦，但係成日都話嗌工人落街。帶佢翻屋企啊！哦，帶佢翻屋企，嗯，佢已經翻屋企啦。係。咁咧嗱，而家咧嗰時候咧，我哋喺呢度咧有個方法可以諗下嘅，就好似嗱，我哋講咗呢一個，咁一間講個 PowerPoint 嗰陣時候嗰個點咧都用得翻嘅，就係咧唔好同佢解釋，而家呢個咪你屋企咯，你記唔記到？嗱，你可以帶佢去嗰啲佢熟悉嘅環境之下咧，去攞一啲佢熟悉嘅嘢，呢個就係你屋企啦，可以你初期可以用呢啲方法去安撫佢，咁但系咧喺個過程裏面咧，有陣時候咧你搞唔掂佢咧，你就用啲方法啦。嗱，例如咧就係佢想食啲嘢，呢個要殺手鐧，一定要識嘅喎。大家一定呢個咧裏面咧有個叫最後尾二個點咧，分散注意力個方法就係佢有啲死穴嘅，你同佢講嗰啲死穴咧，佢就分。分散注意力啫，唔系听我话，佢唔听我话，但系佢系分散注意力啫。譬如佢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我会成日问我啲照顾者咧，就系佢最中意食乜啊？佢最中意食乜啊？云吞面咯。嗱，如果系云吞面，就系话喂，我哋一阵间落街食云吞面好唔好啊？嗱，你唔使带佢落去。你唔使帶佢落去，間中一次先帶下。你唔使帶佢落去，但系咧，你話佢話好啊咁。咁已經唔好問我要翻屋企，希望佢可以分散注意力得到啦。然之後你就喂，去食雲吞麵之前咧，唔好啦，攞翻件衫，我驚住一間天氣凍或者嗰度啲冷氣大啊咁樣樣，攞翻件衫落佢入去攞衫咯喎。然之後咧，跟住你使唔使去下廁所先啊？一間行到半路中途咧，要去廁所揾唔到廁所麻煩啊咁樣樣，咁咧做下呢堆嘢咧。就唔希望佢嗱，希望就話希望佢將嗰個注意力就唔會成日嗌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嗱，呢一個係試下睇下得唔得。另外咧就係嗰個屋企咧嗱，搬新屋或者轉換嘅居住環境咧，對於我哋嘅患者嚟講咧，都係另外一個死穴嚟嘅。佢係唔得嘅，因為佢平時熟悉嗰啲環境咧，可能一啲嘢。變咗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呢啲都係一個我想呢、這個未必係真係佢而家搬新屋，但係咧呢、這個係我哋照顧者要留意搬屋係我哋嘅患者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好嘛？但黃夫人呢個成日都有問題嘅，明明係自己屋企嘅，呢個係工人嘅屋企啊，係工人嘅，唔係我嘅，係啊，佢坐喺度。是啊，他不应该坐在这里的，你做什么在我家？是啊，你坐在这里做什么？例如这些这样呢，真的很难的，很难的。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没办法跟他争辩。我自己看到，或者我们有些部分的家属呢，他分享呢，就是不跟他争辩。因为你可以真的好像刚才说的，找他熟悉的东西，你在这里就是你的家咯，这里就是你，你记不记得你跟他，有个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去他那个房或者附近的地方呢，拿去以前一些他很介意，很珍惜的东西，拿去来讲咯。即係講佢，即係同佢又做懷緬活動啦、記憶治療啊嗰啲咁樣樣，然之後咧就同佢，呢個咪你屋企，放咗呢度噶嘛，咁試下同佢等佢去安定啲，去接受，但係咧唔係次次都成功噶，係試啊，但係唔試咧，佢成日擾攘咧都解決唔到咧，咁我哋就定咗試下咯，好過乜都唔做啦咁樣樣。所以希望大家去试一下这个方法，看看行不行。
好嘛？好，阿 VC 都有个相同的状况，咁我哋都希望解答得到大家的问题啦。咁我哋呢度担唔担啊？坊间有冇啲？你评估嘅评估个工具咯。哦，好多啊嘛。嗱，系好多嘅。但系咧就，我觉得有啲就简单啲，有啲就复杂啲。诶，出嚟嘅结果咧，可能都。一樣，係啊，同埋咧，尤其是自己做咧，千祈你睇過曬啦嘛，你諗到啦，你諗定噶啦喎，你已經有曬答案啦喎，可能係咁，所以咧呢啲工具咧都係參考一下啦，當參考一下啦。咁同埋咧，記住咯，都係咧要，因為坊間如果認即係真係要定一個人咧係咪有認知障礙症咧，都係有一啲家人的觀察啦、資料啦，仲有咧就係一啲行為表徵，同埋一啲長時間啲嘅一啲狀況，咁唔係憑一次嘅測驗嘅分數啊，就代表咗就係咁啦，有呢個病啦咁樣樣，所以要留意呢一樣嘢啦，嚇，好嘛？黃姑娘，你呢個 slide 裏邊咧講咩患者專區係咩？系啦，诶，呢个咧就系我嘅以前有个家属咧，嘅佢咧就系话佢佢哋冇嘢做啊，咁而俾一个专区佢咧，系俾佢咧系爱嚟咧系做嘢嘅。譬如佢做咩？例如我有个患者咧，佢系以前做企堂嘅，企堂做嗰啲企堂系啦，侍应啦，系啦。咁所以喺多时候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佢就中意洗毛巾啊，俾个。挂咗个毛巾位佢喺厕所度自己洗身洗毛巾，洗完之后咧又再挂翻佢，然之后佢得闲冇嘢做咧又再攞嚟洗毛巾，又或者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床头咧俾一个位置佢咧，佢中意去执嘢啊，咪搬来搬去咯，抹嘢咯。俾佢咧呢笪地方咧，佢搞亂，佢搞亂檔咧，都係搞佢自己嗰個亂檔啫，咁就唔會騷擾到我哋屋企人。咁但係佢有嘢做啊，最重要就係佢有嘢做，然之後咧可以咧唔使煩住我哋啲照顧者嘛，咁有得佢喺裏面搬來搬去咯，執嘢咯咁樣樣，得唔得啊？咁希望能夠咧可以有啲嘢咧係用到佢啲時間嘅。咁啊，時間關係咧，剩翻十分鐘呢條問題咧。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的，不肯看医生，令他去。哦，嗱，这个呢就要又来了，又来出工，出云吞面了。如果要吃云吞面的话。其实你带他吃云吞面。是啊，中间不知道为什么要带医生。对了，对了，对了。嗱，我们一起呢现在出去吃云吞面，好不好啊？咁好了，咁啊换衫了。咁然后呢我们去到呢那里，去吃云吞面之前呢就去了这块地方先。咁樣樣，咁因為食完雲吞麵，我驚佢咧要翻屋企啦，咁所以咧而家去睇醫生先。咁咧要你陪個佢陪你去睇醫生喎，係我要去睇醫生啫。阿媽，你陪我去睇醫生啊！我呢幾排唔係好得啊，我隻眼唔係好舒服啊，話我有啲黃斑點病變啊，咁啊我要睇醫生，你陪我去，然之後咧我一間先同你去食雲吞麵，得唔得？咁咧通常阿媽咧都要錫嘅。咁我屋企人嘅都會去去陪嘅嗱，咁但係咧記住咯，你言而有信喎，記住你睇完醫生之後，記住帶佢去食雲吞麵喎，因為咧呢個係你嘅 promise， 即係你嘅信守承諾喎。如果唔係咧，你以後咧你嗰個信用咧就開始破產噶咯，小心咯嗱。所以咧有啲嘢咧有陣時真係要做下嘅，佢中意食嘅雲吞麵咪同佢去食咯。得唔得？黃姑娘，不如俾阿馮淑儀問下。好啊，淑儀，開麥啊，淑儀，唔該。係你好，多謝大家，多謝老師。係啊，我想我媽媽真係頭先你所講嘅咧，都應該八成以上都有，即係因為佢其但係佢個情況就係老人院嘅，不過咧就佢就唔行得嘅，唔行得就成日即係。都一係就瞓牀，一係就坐喺張椅上邊，咁變咗咧，佢一係坐喺度都係喺度咁瞌咁瞓，係咪係咁瞓？咁可以同佢出街，當然同佢出街啦，或者去探佢。但係咧，佢乜嘢興趣都冇。
咁所以成日都坐喺度就瞌眼瞓。咁越系咁，我就越觉得佢可能退化得咁快，因为冇嘢可以做，亦都冇需要运用个脑啊嘛。手一路一路退化，本嚟俾啲佢叫佢，佢中意写个名，写得好靓嘅以前。咁都俾佢试下练下写名啦咁。咁佢初初都写嘅，写写下只手而家啲写唔到啦，已经吓画个交叉都差唔多画唔到啦。咁有啲乜嘢咧系学即系咁嘅情况下，我哋家人可以做啲咩咧？院舍嗰度可能会唔会有都有啲，可能有时间唔中都会有啲有啲游戏俾佢哋玩。咁但系大多数时间都系坐喺张椅上边嘅。个情况我可以做啲咩帮到佢咧？同意，因为咧院舍度咧，始终咧都唔系喺屋企自己一对一照顾佢咁啦。咁好多时候咧，嗰、那个刺激啊，同埋一啲活动量咧，一定就冇喺屋企咁多噶啦，咁样样。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就靠你自己啦。譬如探佢嗰阵时候咧，去做一啲嘢咯。咁嗱，例如咧，如果系嘅话咧，可唔可以咧？佢总有一啲嘢系佢中意噶嘛？譬如就好似头先讲，听帝女花有冇系佢有啲刺激噶？冇。啊嗱，唔好理佢，头头你可能唔觉嘅。但系黄姑娘嗰个情况咧，就系当老人家去到某一个阶段咧，佢个活动能力又曳，佢个基本嘅生活咧就系瞓喺度，坐喺度，系啊，就两样嘅啫。同意。咁点做呢嘢？咪就係啱嘅，啱嘅，因為咧，其實咧都唔鼓勵，即係老實講，有陣時候咧，即係冇咁多能力或者咁多人手去處理得到每一個嘅照顧者。嗱，我好想講咧，你見到佢咧，可能係冇反應嘅，冇，即係嗰啲反應唔係咁明顯嘅。但係咧，我哋做咗一啲研究咧，就係話咧。就最後尾咧，佢哋嗰個退化嘅狀況係隻耳仔先最後尾退化噶嘛。咁所以咧，我好想講咧，嗱，你話佢隻手喐動得唔好，唔緊要，喐動唔到冇辦法啦。但係隻耳咧都仲喺度，佢能力留得嘅咧，咁唔好理咯。總之咧就係做一啲刺激嘅嘢，俾啲刺激佢。你要做一啲刺激，就好似我想講，聽帝女花咯。即就係聽帝女花，咁又或者係啲哦，佢中意英文歌，又或者係啊，總之就係佢中意嘅嘢啫，未必係帝女花，係啦，我中意聽陳百強嘅《今宵多珍重》，咁我咪聽十次廿次，我中意咪得咯，最緊要我中意啫嘛，係咪啊？最緊要就係佢享受嗰刻鐘嘅情況。另外咧就係咧，你去到咧珍惜你同佢嗰個時間咧，就係唔使乜嘢嘅，唔使講捉住。阿生借隻手嚟咯，好，嗱，即系同佢，即系冇嘢做噶喺度嗰阵时候，咪喺度同佢咧抹下佢隻手咯，同佢按摩下佢咯，喐下啲手指咯，冇嘢做噶，你都唔系同佢做好多嘢噶，但系咧，起码咧，你同佢有个接触，另外咧就系佢隻手俾翻啲感觉佢啦，我哋一个喺个多谢第三下啫，咁咧喺嗰个後期咧有啲咧刺激係啲感覺嘅刺激，咁所以喺呢度咧做多啲，唔係要佢好多反應，佢冇乜反應嘅，但係佢有感覺，佢有耳喺度聽到，咁所以咧就用咗你自己去嘅時間咧，同佢去做呢啲嘢，咁甚至咧抹乾淨個身，搽下護膚品，嗰種感覺乾乾淨淨。都舒服噶嘛，咁例如咁咧，都系我佢收到嘅，佢会有嘅感觉。咁所以咧，试下用呢啲方法去令到咧，你唔系嗱，当然啦，我要接受佢嘅能力越嚟越差，因为冇乜喐动啊嘛，系咪啊？咁但系佢能力越嚟越差，剩低几多，我哋就做几多咯，好过你自己坐喺度，自己好唔开心。每一次你探完佢之后。見到阿媽咁差咧，你會自己好唔開心，你會覺得自己點解好多時候諗咧就係不孝啊？點解我媽要咁慘啊？媽爸爸咁就開始諗呢啲嘢咧，個人就開始越嚟越唔開心，自己都唔開心。咁所以咧，留意俾做到嘅嘢就係佢啲感覺仲有嘅，聽覺有嘅，我哋盡量幾多就做幾多咯，得唔得啊？試下咯喎。
好嘛，淑儀。佢黃光陽，因為時間關係啊，而家真係剩翻三分鐘到。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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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誒，咁有啲咩總結咧？好啦，我諗咧，最重要咧都係咧，呢條路係難行嘅，辛苦嘅，好多問題嘅。咁我哋咧就提住自己啦，我係盡量做，我冇一個叫一百分，同埋咧希望大家咧就係、是、找到啲同路人，多啲同你分享。到最後尾咧，我希望咧可以送首歌俾大家，係因為呢一首歌咧係我成日都記掛住嘅，我啲照顧者，我每一次咧都嗌大家憑住呢個信念咧，令到你自己咧繼續去 keep 住去保持翻呢個心初心，我係願意照顧佢。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困困曲曲中跌倒。才找到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爱侣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好啦，各位朋友就好多谢阿黄姑娘啦，送咗首好歌《凭着爱》。咁咧就头先咧，黄姑娘都讲到，即系我哋照顾呢、这、一个即系认知障碍症或者照顾长者咧，其实好多个问题咧，第一大家要理解，佢哋系因为系好多系行为嘅问题，咁千祈咧就唔好去理性争拗。千祈咧就唔好同佢喺度拗嚇，呢個係重唔重要嘅？即係佢話係咁，你話唔係咁，係會越嚟越多矛盾嘅。佢話係咁，有時啲嘢咧你坦然接受啊，然後咧就黃姑娘成日提咧就話啊，要分散下呢、这個即係注意力啊，咁亦都要揾到佢有啲咩嘅愛喜歡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而家仲未發現咧，你快啲去發現下。有啲咩咧？嗰啲叫做嚇，我啲神奇嗰啲魔術一點啊，就有用嘅。你要快啲去揾翻下，佢有啲咩方法可以同佢咧係刺激到嘅。咁咧就至於如果佢真係身體再弱啲嘅，即係多啲身體嘅接觸啊，俾翻啲刺激佢啊，多啲呢個聽覺嘅接觸啊。咁仲有咩補充咧？兩句啊，好啦。嗯，我諗真係辛苦嘅。这个我看到大家在各个画面度都中间有啲是啊，有啲触动啊咁，所以呢真係体会到大家嗰个困局。咁所以希望呢大家多啲去搵啲社会服务嘅机构可以帮到自己啦，唔好自己一个人去到单打独斗。
是辛苦，但是都要找一些外援帮自己手，好吗？即是这个凭着爱呢，就不是只靠自己的，要凭着周边的一些的各方面的资源，那多些想想办法啦。那就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有很多人可以支援的。有需要来这个新界西长的学院，或者来大国科学中心呢，去找回这些支援呢，我们都绝对是愿意是提供协助的。那就因为今天呢，黄姑娘要其实为我们准备讲的东西呢，不好意思啊，因为其实她要准备讲的东西呢，就讲了一半都不够，真的不好意思，对不住大家，因为大家很多东西都想互动，那我们呢就期望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可能讲下半部分，因为黄姑娘想讲一下，有个部分呢，因为老人家都咁上下呢，是很喜欢吃的，在食饮食的方面是怎样照顾得好一点呢，那我们就是我们迟些会再安排呢，再讲回这个部分。